本地人在地前来到云林北港的调电宫举办五湖四海宴，开108桌，但是捧酒桌的不是美食道菜，是116位工艺师的作品，有木雕，有新红啊，有编织等等。工艺艺术是精巧有路，藏就艺道，献给妈祖，也让参观的乡亲大开眼界。总共108桌，不过桌顶所放的不是料理，是116位工艺大师精心制作的工艺品，拢是纯手工的制作。这新修的木雕桌，另外有利用这精良的技术，将火片做成五路观太极图，每一位老人的表情嘛拢无同。加上还有两只这威猛的新修，和参观的民众是大开眼界。这个东西很多种嘛，不只有木雕而已啊，有很多的种类啊，所以看起来哦。非常的丰富啊！每年北港朝天宫每冬拢会举办五湖四海宴，概念是源自清朝满汉专设。原本有108出的料理，也佫有艺道这工艺品的展示。今年主办单位特别把艺道独立出来，帮这些工艺老师，不管是在保存维护上面，哦，让他拥有更多的这个文化资产，它也是对我们一般的一个游客有一个心灵上面的一个飨宴。今年参展的116位的工艺师涵盖老中青三代，对年纪上大93岁到上少年的20多岁拢有。工艺师互相交流，迈将传统手工艺技术传承哦下一代。